啊，感觉那啥子啦？很紧，然后呢，拿着那个铁板啊，这样啪啪啪。我杀球它都还会踢一点的，主要是，所以刚才我就杀不到一个，它比较细啊球。 你如果不帮，上大力。帮你来给到你。啊？你不，你不帮我让白冰啊？哈哈哈。Sponsor you 没啊？什么？啊，不跟你说的啦，你这个，你代言，IBM不来的啦。哦。我来代言。别帮你off，你别别。很难打啊，这人。我打下去的感觉。 就是很紧，我觉得你打包啊，因为你球都比较适合，因为我有时是会啊这样扑，收这个就比较紧，难抓的感觉。有个以前的那把就是这样子，一开始我也是打了保打，后面如果你是杀球赛那还可以。 难打那个还短，那个还，你看爆两记不很多，我看到。大V就两米三，还有比赛吗？哦。他新歌还是很挺，那我看到。应该可以的。没有啊，他新歌啊，他们也打，像说他只是打，好像跑来跑去。对对对。他啥这样跑来跑去，他们唱的。他视频在描述。 在华人那边，他们一些人那边，他在华厉害。有前国手的那种技术，可是他可能他以前他20多岁哈很稳，然后。 到现在应该就还好吧，我看他打也没讲到很稳啊。以前的那种技术还有就。在这个礼拜，下个礼拜。 打比赛才动的时候啊，你到了你要接啊，不然是啊。强哥动的多，那天我们比赛时候拍的，你看。等一下那个谁，以前那个那球啊，然后我被熬成一团，所以。阿飞阿飞比较屌高的啊，那我打两个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看呢？我面对阿班那过嘛，他也还是超啊。他跟那个谁很像啊，就是他跟那个李建鹏很像啊。还讲过人家。以前啊，李建美是这样啊，就讲怕他人家搞不好啊，他屌。 那时候直接就开人干他，哈哈，他都打完了，那人叫开人打一点。哎，你骨子里就好。有个方式，你打，你当面打，不是这样子。就是。我干他跑完。 像你打，好像类似打box这样子啊，你在这里先全部设定啊，你不去转直线，轻轻一变化你给他去走啊，然后你只是转一下直线，转攻直线变化，但是你的球队出来啊，他应该可以cover你。
现在也是很难考嘛，结果自己是考不到，会有考考，只是没有那个什么。我想说，我今天二十六号，今天我不到，我今天不想来啊，我是看到三月六号才去。我都不想来，根本没办法。我还以为还有人，也有人本啊。我今天本来想要去打工，对。原本半夜演了点了，我想到要演了点的时候才来，毕竟等下一分不点。好，我看看今天嘛，下个礼拜一。演了点的是几时？半夜哦。我还以为你讲是在那个比赛当天打的。没有了。
我哋係加，我都係，我開始都冇咩事，我係加。